掌声有请这位幸福心愿持有人。首先，队长，话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走，站好，等。才两个人，被骗了啊！来，先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江连营，艺名叫做海洋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项目的第四代传承人。那么，来自于黑龙江省杂技团，是黑龙江大庆人。啊，原来是口技。对，这位呢？啊，大家好，我叫李宪弼，那个来自江苏徐州，也是这个口技的这个第四代传承人。啊，哎，那你们是不是平时也会参与一些作品，比如说影视作品的这个工作？我们曾经为电影《战狼二》做过拟音。哦，而且还有呢？还有呢，就是咱们前段时间热播热映的《中国机长》，他们找我做的拟音宣传片。这里面也有拟音吗？对的。来，我们跟这个画面同步来一次。飞向成都是吧？哎，对的。四川8633，星下8400是。太厉害了，这个哇！哎，刚才说《战狼二》还是你是拟的什么音啊？《战狼二》里边的一些导弹呀、火炮啊，还有一些导弹的声音啊。这几个枪配的好准啊，真的太精彩了。哎，你们还有什么绝招吗？就最牛的。我是呢退伍军人，在部队待了16年，那我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可以用口技能表现出来，我能表演17种军号的声音。哎，来来来来，
起床。这是起床。这是什么号？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？熄灯的。哎，对，这老师我知道，对，因为我特别知道，因为我住在部队里面，所以每天听到这个声，我得往家跑，不然院就黑了。哦，对，你那么晚都没回家呢？对，我们加班呢，所以这个号我特别熟。对，这是熄灯号。啊，总结起来就是躺在床上睡觉。对。那么您再听听这个。这个应该是起床、这个、对，这个是起床号。那起床号听着就是在睡梦中起来，早晨醒来赶快起床。而且你这个起床号还有那种从大喇叭里放出来的那种起床号的声音。对，早上起来还有那种噎着那个凉风，让人感觉颤颤悠悠、颤颤巍巍吹到营房里那种感觉。对，特别传神。你是在部队干什么呢？当时是一名教员，负责讲课，讲的是汽车嘛。哦。汽车课是很枯燥的。嗯。有了口技以后，您好比说，我可以给他讲这个单缸的引擎的声音呢。哦。的声音是这样。摩托车的声音，对，费油，嗯，啊，那么如果是四缸的，是这样。V 六的。得过很多荣誉吧？对，我当兵16年，29次立功受奖。2016年，我们俩参加中俄艺术交流，然后取得了口技表演的金奖。你呢？你以前在部队是干什么的？我以前在部队是这个舞蹈演员。啥？舞蹈演员？你？对。没看出来呀、啊？你来一个，我看看。那你做了那个在部队多少年呢？我当的这个是陆军，就2年。哎，你是海军，他是陆军，怎么碰在一块儿的？我们俩是为了学口技，拜了同一个师傅。对、哦，在师傅家我们认识，并且组成一个精中口技组合。你们在最开始，你比如说你一开始说你是因为教学，为了生动，对吧？对。但是你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的某种爱好和特长。是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一些场景或者某一个契机触动了自己，哎，我想做这个，或者是我想尝试这个的想法。我姑姑来我家看我奶奶，然后带了两个老母鸡，然后那鸡不叫，我就用脚踹它，我再踹它就跑了。对，我就特别调皮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个鸡要是发脾气，我要把它惹急了，它怎么叫的？它这种叫声，恍惚之间，宫野长又在我们舞台上那种感觉，就我们以前一直觉得那只是一个传奇，但是没有想到你真的能跟动物去对话，简单的去呼应，就是我觉得太神奇了。对，我俩其实宫野长那个片段呢，它只是一个传说，但是我们俩也尝试过去恢复这种鸟类的表演。你比如说，我和我师弟现在也可以在台上表演一下，就是鸟语花香啊、百鸟争鸣啊这种很多声音，就是张嘴都能来。给你来一个场景，啊，一个人骑着一匹马来到了森林里。哦，鸟语花香。好的，好。然后呢，还没说完，还没说完，还有，跑着跑着，他从马上掉下来。哦，这个时候一辆车开了过来。
从他的腿上压过去。这个情节啊，没什么意义，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自如的转换，表现出他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来展现他们这个口技的精绝。更好奇今天你们的心愿是什么？好像你们的心愿都可以用声音实现，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的幸福心愿是开办一所口技培训学校，募集培训学校音响设备资金。我们的师傅呢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技项目的唯一代表性传承人牛玉亮先生，是口技泰斗，今年已经82岁了。他时常说，你们俩现在代表的是国家传统文化，要把这个传承好，让更多的人来喜欢口技，让口技也走上辉煌。来，我们来听一下嘉宾对他们幸福心愿的助力。二位战友好，看到你们我感到非常的亲切，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，我在部队待了10年，我们北京汇通九方愿意助力你2000元，希望你们能够带着我们传统的文化能够走得更远。好，谢谢。我代表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，也为您二位出2000元，为您圆梦，希望您这个口技学校越办越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您。那么我们五局武术旅游住宿品牌呢，其中有个板块就是游学板块，到时候咱们洽接一下，看看怎么把我们这个口技结合到我们的游学班，好不好？可以的。我代表我们五局武术团队呢，向您资助2000元，希望能够帮助您在教学的道路上买更好的设备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您。谢谢。其实两位今天到这儿来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对于口技的这种学习投入，其实跟军人的那种专注、严谨是不分开的。所以我觉得，不光要让孩子们学习口技这门技巧，还得学习他们身上非常严谨学习艺术的那种精神，这个很重要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来。江连营和李献璧技惊四座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听觉盛宴。希望口技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他们的手上发扬光大，后继有人。